用的说买白现在民和国中用的现在那怎么是嘛是那么等着马斯克现在我跟他怎么是不是说买在说某些人等着我看到都是非得现在挖数各位呢他们等着时间后来现在怎么是来你怎么等着比等的贵的我那怎么是아들이뭐삼대매자하면이제삼대인자로어대한대인자지간도뜸없이마혈하는인자도스포혼자완지시아주대신자로커허부도이는오고아나미니삼대인자매르에아코에는대니암대인자요니고고에는요나뜸없이미니미운대신자기인코요규노도우스이모농촌피대신자보내지조오고나뜸없이대한대인자보다오나뜸없이나나시암대인자연다校车混进了点点样的瓦数阿丁希门带现在买白金的民和国中用的那么什么是能在如南国金在俄国我是说买一家一年里有你几毛肉安定在乌克兰安定在公车几毛都是不蒙的要那么不行你啊那那些人家们在一等待现在就校车来安定在没有吧阿丁混进说点点在肉几干的么事买了那都是不晚自习，我今天等一下课后辅导。哎，那我国中，俺那天天等着别的上等着那贵阿姨。你那大西，昨天大西那嘉义县，等那上等着的民和国中，等那上等着就荣碧大西那原子中心。你那大西那等着现在都是福州，我今天上等着就嘉义县在原住民族文化课程。我个上等着贵阿姨的那等着用我心里，哎，那我国俺那对面等着有不过亏呢。明年等着，也要读书的现在给应。家长可能要上山工作，然后不方便接送，而不能来参加原住民教育文化各种研习啊或工作坊的课程。没有了，当然就现在嘉义县公车处也是有定啊，不需要买单的。因为呢，不是明年上的外面的外包机现在啦，拥有机现在都贵啊。也是吃了上等着，我国肉，那么等着，但是那么三十元钱这肉给不大贵啊。阿丁兄弟们，那带入黑现在就日干带现在公车，移民带现在主路社区，某处带现在民和国中，还是在北苏带是那么大人在搞主任，买家也能说我们带着，我哥廖叔叔白白的替你收档。从那个阿里山公路再拉车过来哦，啊，变成说原来车上的乘客也是被拉到那个民和国中，那加上民和国中的学生如果来出发，要付出更多的那个费用。那公车如果绕死也很难，但是说因为他那个这个有辅导课啦，还是说返校是什么，我也很难再配合他的时间来进行班次的调整。以现在的公车处，红江等于说带入还一班次，也是那么等于说，奥叔叔蛮重要性。因为我这么去点灯在的贵阿姨也是灯在也弄弄作品问题因为给一个没意思也是灯在做加一些语言他们的名字的先给付的教育处他们灯在多年而这买单的时候一定打通我的他们灯在为民的现在预算的补助买着多年现在为了怎么是每天的买单在非法经在做贵阿姨教育处他承诺学校会宽列预算大概在明年度看是不是可以购置新的交通车。有这样子的交通车，会更加的让到学校来学习的这个交通的问题能够更加的弹性，然后时间也会更加的，就是配合学校学习的这个活动的来进行这样。然后嘉义县议员吴清商以前在那福州，我是买着，你们上面等着估计是买户，人家们等着。内陆在现在日安主路，我们买在现在社区。阿丁我说买起来，你们等着呀，以后那那些咱们等着，我们的不是上岸呐。哎，你要是分了，咱们等着分了和我呗。因为我说，俺都讲的是浙江和咱们等着，就永远和咱们等着舞蹈那都没事。各位，那时候和咱们等着，我问你什么叫交流？咱们等着影响在现在我国呢，还有你都没事，阿爸也不准便宜。